OK，今天我们一个全新的手游《无限熊》开始吧。这是一款全新的 3D 高级手游，那些玩法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们可以自己设定角色上去哦。遗物挑战跟决斗场。然后因为挂机手游嘛，所以你角色要在哪边升级？就在这边，然后从这边呢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穿戴或者是移动这样。看到喜欢的角色就直接升到满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升级方式哈，有没有？诶，所以它是什么型的啊？精灵。哦，所以会玩了哈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升级，这应该是综合的，这个应该是综合的，然后这个是单只角色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就会自己换，我这样就会挑战 BOSS。你攻略他。其实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，那重点在哪里？他的英雄啊，来强调他的英雄，非常的多。他不应该在前排。你可以自己选择角色来练。啊，打输了怎么办？然后它有成就跟神殿。排名跟信箱。那排名可以看别人的角色啊。重生，签到成就跟内容，决斗场跟挑战，都可以从这边看哦。按这边那个全图鉴的部分，每只英雄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边有说他们，哦，你看，跟姐姐那全图鉴。而且它这些又主打挂机啊，没什么。那在这边当然就是按照他们的攻击去排。而且其实没什么啊，就是一直挂下去，就是一个新的放置手游。为什么都是他？我说你可以自己替换这样。好了。